全台湾最长最好玩的森林溜滑梯。OK， 我要够了。所以先拿这个是不是？这里吗？然后坐这个吗？坐上去。小朋友抓，就在这边。好，抓好。抓了。并拢。并拢。对，不要用脚去刹车，这样子。顺顺的下去就好了。好。对，然后手肘往内缩。手肘往内缩，好。靠这个位受伤。待会下去之后再麻烦帮我把车子拿上来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准备好。哇，靠背好快哦！嘎！哇！嘎！嘎！哇！哇，超快的。这真的超好玩的，哇，好刺激哟！想再玩一次，去玩了。我GoPro放在那。放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。欢迎。呀呼！超快！脚往上抬。哎，我这次超快的，我这次下来刹不住，我直接撞到那个墙壁。对啊。超长。哇！哇塞，这员工很累。我们别玩了啦！我下去，我刚第一趟下去的时候就吓傻了。天哪，还有个小溜滑梯，恐龙会动。恐龙跟下面那个欢乐的情景很不搭哎。他脖子破了。他脖子破了。